和港澳台地区的同学注意了，你还在把 JCC 发成 JCC 吗？其实不光是上面提到的几个地区，在平时生活中呢，很多女同学啊，为了表现出温柔优雅的感觉，她们说话的时候呢，经常是口腔开度变得很小，结果呢，就使得发音的部位过于靠前，这样也会容易出现尖音色彩。那其实解决尖音问题，我们从两个方面走就可以了。首先是建立关于正确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认识。在发 ji 七 xi 的时候，我们的舌尖是抵住或者接近下门齿背下方，舌面的中前部呢是贴近硬腭的中前部，形成阻碍。舌尖不要习惯性的用力，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舌面上，舌面的中前部发力。鸡、七、西。那具体来说，鸡和七这两个音，它们的发音的位置和方法都是相同的。我们在发音前，先将舌尖抵住下门齿背下方，舌面中前部贴近硬腭的中前部，构成阻碍。发音的瞬间解除阻碍，在舌面和硬腭之间保持适度的空隙，使气流从间隙中透出，发出声音。鸡、鸡、七、七。这组音不同之处，只是在发七的时候，我们的气流会更强一些。下面咱们来看西的发音，在发音前，同样需要将舌尖抵住或者接近下门齿背下方。不同点在于呢，发西的时候，我们的舌面不要贴住硬腭中前部，而是无限的接近，但不要接触，直接保持住缝隙，让气流从间隙中透出，发出声音。西，西。好，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，在发音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找到舌面中前部的位置，避免用舌尖的力量而产生尖音。同时，在发音过程中，舌尖要尽可能放在下齿背靠下的位置，尽量的不要碰到牙齿。如果这些大家已经牢牢掌握了，那么在发音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的把口腔张大，使上下齿之间留有缝隙，以便气流通过。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尖音问题了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进行单多音节练习。吉、家、桥、亲、下、学、奖金、亲戚、选修。家禽、甲壳、假期、健全、郊区、机枪、加强、价钱、坚强、减轻、汲取、急切、集权、讲求、奖券、机器、激情、集齐、技巧、金钱、进取、进去、迹象、假想、假象、坚信、艰险、艰辛、脚下、教学、教训、绩效、继续、家乡、积蓄、吉祥、极限、即兴、集训、记性、检修、见效、间隙、间歇、曲线、趋向、取消、缺陷、浅显、强行。
抢先、抢险、抢修、清洗、清闲、清香、清新、清秀、庆幸、求学、切线、侵袭、亲信、轻描淡写、轻信、轻销、先前、先起、线圈、学期、血气、血亲、血清、汛期、吸取、戏曲、下去、心情、辛勤、新奇、兴起、兴期、星球、兴趣、性情、需求、邪气、泄气、夏季、先进、显微镜、现金、现金、相继、相交、相近、雪茄、血浆、巡警、袭击、喜剧、戏剧、细节、细菌、下级、下降、橡胶、消极、小姐、兴建、全局、强加、强健、强劲、强角、抢劫、乔卷、乔见、请假、请教、亲家、穷尽、囚禁、求救、求解、求教、区间、曲解、取经、切记、亲近、勤俭。